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货越来越像个人了啊，对不对？姐姐坐在凳子上，她是没家凳子踩过来。卷，卷，卷，跟你说话呢。啊，你洗凳凳好不好？卷，嗨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呀，咋了？造反了这是？卷，坐下，不是你那个的，行，说话了没有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偷东西了又开始。嗯，破蛋，看看这小偷啊，把毛巾偷过去干什么啊？搞不搞笑啊？踩奶奶踩的人，你看看，臭菊菊，真是忘神啊！菊儿，你怕爸爸这个擦手巾偷去踩奶奶啊？你看看这搞笑的小猫咪，这是第二次当偷偷了，菊菊。比较蛮舒服的，又换了一张哦。嗯，这只猫是不是越来越像个人样了？每天学铲屎官的样子，坐凳子，还要抢椅子，好软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